西，我关门，我关门，出来！啊！啊啊啊你的眼睛像皮球，你阿公的眼睛也像皮球，你祖先十八代都像个皮球。大家好，我是神之裁决，我将是正式为大家带来的是恐怖梗的第三款游戏。我们之前第一款玩的游戏是轻轨嘛，轻轨那种小 case 游戏嘛，对我来说根本就是轻轻松松、简简单单的。那个大头鬼看到我根本就直接吓跑，你知道吗？暂时的，不要等一下你叫最惨，就不要吵啊。然后今天要大家带来的是这一款游戏，叫做《玩具熊的午夜后宫甄嬛传》。没有甄嬛传啊！我们找了两个朋友，第一个是灌肠。我是金城武，金鱼妈，他是凤梨那个金，就是之前那只狗。然后呢，这款游戏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一个地下店的那个警卫，我们工作时间是半夜12点到早上6点，然后我们要连续工作5天，我们才能获得那个薪水。所以呢，我们等一下要先过第一个晚上。这个餐厅之前有发现一些什么事故之类的，反正那个玩具熊会来抓我们，然后我们要用监视器监视他们。然后只要我们电力耗到没有的话，玩具熊就是因为监视器没有要拍他就可以直接冲过来杀掉我。好，不然就是门没有关起来，然后就进来杀我。对，所以我们开始吧。Go。会怕的裁决会给没有、啊、没有在怕的啦，我是战神知道啊。哇，这是什么？翻译一下。Ready。哎、欸、哦、oh, ，我要看他就没了。好，来啊，开始。裁决叫太惨，然后我哪有啊？都是你在叫，好不好？不要等一下，都我在玩。我讲这个游戏根本没怕的。挂电话，有人订订单的啦。我不接这个，我不接啦。什么订单啊？订单是吃屎啊！哦 ，Hello，Hello， 拜拜。好，我跟大家讲一下。吃屎啊！等一下就是这样子，快看监视器。哦，这个地方会有三只娃娃，然后我们在这里警卫室，然后他们可能会慢慢的靠近我。这样子过啊 ，Ready， 从这边过啊，然后我们只要用监视器，或者是用开灯，或这样子关门，然后这样子开灯，我们只要用这关门和开灯，我们要做这几个动作后，用监视器都会耗电，然后用这里电力设施可能有什么问题吧，然后电没了，监视器照不到他们就直接冲过来杀，还没有电风扇可以吹，对吧、啊？还要用电风扇耗电，你知道吗？难怪这种电挣这么少，啊，来吧，三只都乖乖的，这只长得。好可爱哟、哦！我觉得浪费电，我觉得他不会这么早出来，而且第一关那么简单。管他，我就想要看他们啊！不要浪费电啊！你看这只长得像，这只好秃哦！这是谁啊？是博，哎、欸，博什么修的？然后这只是拉，哎、欸，拉什么威的？长太黑了，我87%真的。啊，就跟你讲说，因为69%才会出动，69%就代表要开大事。为什么又是我在玩啊？你看吧，你们就很怕。我交给你玩一下嘛，我体谅你啊。你们就会怕那边。你想玩吧，我是战神，哪会怕这种东西？其实我是想给大家娱乐性质。你们要坐最远。观察他。哦，三只都乖乖的在搞三 P 是不是啊？可不好。哎、欸，哎、欸，这个合家观赏的节目讲什么话？哎呦，三只坐在这边，看一下别的地方好不好？卫生纸。绿绿的，哎、欸，什么卫生？哎、欸，真的、欸。看一下别的就是监视器录到的。没有啊，就他们四个而已啊，哪多乖啊，哪有四个、啊？就是这个 Funny 跟秃头佬跟 Lavi， 然后还有这边也会有只狐狸，还在、啊，还结蜘蛛网的。我靠，这是什么披萨店？还会有人来吃？那、啊、他们就是那个啊，披萨店有之前有发生命案啊，披萨店有一个员工，然后把小孩引诱来，然后他在玩具熊里把小孩引诱来，然后把他杀掉，然后把他尸体藏到这几只。所以他们才会有灵魂会动，还不动啊！我怕个屁！哎、欸，2点了，所以说他们69%哦。2点是最阴的时候，69%代表要干大事。我惊吓，没有在怕的好不好？只有凤梨会怕好不好？什么？我在操控哎、欸，你们两个躲多远啊？有69%就要干大事了，干大事！没有哇哇！哎、欸、哎，69%，看一下监视器。对，哇哟，太乖了吧？哇哟。我听到垃圾车的声音耶，我也听到哎、欸，去把这三只收走啊！这垃圾车，我听到讲话声音，你有听到吗？那我的声音啊，没有，我真的有听到英文的声音。你直接听，我听到。那有哎、欸，他可能跟老板讲电话吧？会不会等下出？老板，我可以带来福枪来上班。我要加薪。老板，我要加薪。这种地方谁带来加薪？我待5天呢、欸，拜托。三点了。哇、啊、你阿公哇塞金牌的开哇哇律师是社长啊律师是社长学那执行的执行的律师制啊
也、欸、真的很像那个社长，真的好像你是在赶，要来叫我们执勤了。在赶，那、啊、你的臂章怎么没有带啊？有啊，好，蝴蝶姐，我就转过来说。哦哦，柯南。得得得得，就律师是他社长最不乖了，年纪大就可以这样了。好之类的，所以哇啊，单飞关机来了，哇操哇操，太快了吧！麦伦，你让你关灯好不好？哎、欸、哎、欸，在哪里？在哪里啊？在哪里啊？啊！哇塞！哦哦，只鸡卡，两只都不见了，两只哇，魔球也不见了，哇操，在旁边。哎呦，后里线，我开个门啊，后里线，给我出来，哦，出来，啊，别别别，不要，不要这样啊，不不啊，哇，在这里，哇操，哎，你看，看一下刚刚那个，他在这里耶，你刚破音吗？他在这里耶，哇操，一瞬间，刚刚一瞬间。刚刚在这里，刚刚在这里，一瞬间跑到他，一瞬间跑到那边，你是怎样跑马拉松是不是啊？全部你跑，爱护爱护，哦哦哦哦，哇操，律师之长，你跑太快了，你要不要去跑马拉松啊 ？I'm not talking the something around the marathon. Let's talk the something. Let's talk something. 没事没事啊，我严重怀疑律师之长跟马拉松选手来着。他那个每天都在不时的摁豆粉。都是那个电风扇啊！哦，好，走掉，他走掉了。哎呦，哦，我还在这里，还在这里。哇，站岗，站岗，站岗！哇塞，他是一秒钟可以跑到那边去耶！追上，追上！他站岗，追上！我呦，站岗站得好，站标兵啊，站标兵！还在送，看一下战标兵，战标兵，哇，真是战标兵，啊、战标兵、啊，哇，站得好，站得好紧啊！只要在那边就没事啊，监督他，啊，站好啊，混啊！其实哈利波特要送 Harry， 就是他走超快嘛，一瞬间跑来这里。Harry Potter， 听到声音，我刚听到声音，那个是摄影机的声音。Harry Potter， 看一下大卫，看一下大卫，半夜会有人播的音乐。西西哆瑞瑞哆西拉。这边先关门，等一下穿冲出来怎么办？那、啊、你是鸟鸟嘞、欸？鸟鸟呢？大鸟，大鸟鸟。哎、欸，你是开黄腔吗？哎、欸，合家观赏哎、欸。我有，我有。不要乱叫啊！哎、欸，他不见了，他不见了。站标兵，好好站，不要乱跑，好不好？那先我关门，我关门。出来！啊！抓你妈！你的眼睛像皮球，你阿公的眼睛也像皮球，你祖先是不是就像个皮球？你不要乱叫啊！邻居又不用睡觉，你应该过了吧？五点了、欸，来啦，我两边都关啦，来啊，来啊，我们电力满满，怕你哦、喔。单挑了，单挑篮球，单挑身高，单挑。哇操！哇操！哇，你的眼睛，你的牙齿，哇塞，又变整齐了。啊，单挑英文啊，单挑化学，单挑化学成绩。闭、啊、嘴！你牙齿不要张那么大，给我整齐。哎呀，单挑啊，单挑化学成绩啊。真的太近。不要单挑，不要很恐怖。不要单挑，不要单挑数学就好。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数学不太优了。看到看摄影机在那里。哦哦，自拍自拍自拍。因为看不到他、啊。欸你看七号房，我都在自拍，我喜欢自拍。Open the door！ 你不要，你躲在那边啊！你很烦哎、欸，人家都不喜欢你，可以进过来。有什么？没朋友。就闭。好，那他这边关起来，我就看这边就好了。哇，酒趴了，会不会他就故意给我们玩这晚？他会不会那个最后一个小时，其实给我们三个小时，三个小时的时间？哎、欸，哇！哇简单，快蛋糕！啊 ，piece of cake 。